他想要跟徐玉离婚，没那么容易啊！这种生意人啊，手段多得很，再加上孩子生这么重的病，花销这么大，想要逃脱他的手掌心啊，哪那么容易啊？除非啊，徐死掉了。想说什么？那可能还简单一点。 叔，啊，我新炒的菜一口都没吃呢。来，小洛，蓝雅跟你说过他和福利凡之前的事吧？没有。那你知不知道，福利凡曾经强奸过蓝雅呀？ 徐毅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坏人呐，他杀了福利凡，也是为了蓝雅不？两个人无冤无仇啊，对不咯？你说他为了陶醉，把尸体藏在那个郊区的野湖里面，就是你上次跟踪那个徐毅，还有这个刘长水的那个小饭店。 旁边有条上山的路，你记得不咯？是他，老陈的审讯真是有一套。看来这个周洛还有可能扛不过徐毅。不要把自己陷入那种情情爱爱的漩涡当中去。徐毅已经做这些，你能说他败蓝雅不？ 不一样。这里我也来过很多次了，怎么从来没发现还有这么一条路？这条道路是我以前自己摸索出来的。我小时候，我们都是从后山爬进来为了讨门票。不过这边呢，一般人比较少，比较安静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来这里望风。 所以这就是那条人迹更少的路。你还记得？嗯。也许多年后在某地，我会在回忆里轻声叹息。那日，黄色树林分出两条路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，定下我今后一生的道路。 你哪来的相机啊？这是江冰冰的，之前跟踪徐毅的时候，找他借的，然后没还他。周洛，徐毅是个很危险的人物，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我知道。 你从哪里弄条围巾啊？是刚才买的。哦，对，这里还有一条，给婉安的。你拿我给你的钱给我买礼物啊？这是我的钱，我劳动所得啊。那我也送你个礼物吧。回礼啊？嗯，送吧。